又懒又馋怎么治？饿了，春困秋乏呀，好累，做一个不用做好吃的美食。蒸好的紫薯叉过碎，叉过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住曲社的可以用紫薯粉和鱼桶粉代替，加牛奶和炼乳和了成这样。想不想对着屏幕来一口？切片面包，四个边嘎下去，把紫薯泥漫到面包片上，漫就是抹的意思。一片一片的摞起来，嘎嘎黏糊的酸奶把面包五面漫匀，养点桂花，咱也高级一把。嘎开看看，芋泥小蛋糕完成！哎呀妈呀，这也太带劲了，都给我整不会了，像样不？炫一口。香，好吃，饱了再躺会儿。